조금만 천천히 걸어주세요. 워낙 키가 크셔서. 감사합니다. 哎呀，身高188公分的男祝贺，跨一步就是小记者的三步，让记者都忍不住叫他走慢点啦。13岁演员男祝贺为了参加品牌的时尚活动，飞往米兰。模特出身的他，不管穿什么都很好看，以简单的灰色上衣和牛仔裤，清爽造型，大男孩风格亮相，随便一走就像是走台步呢。同天机场还有巨赫拉也现身，准备飞往香港。巨赫拉这天穿着蓝色格纹小洋装，脚踩着运动鞋，手拿着包包，少女风亮相，显得十分青春洋溢。祝大家旅途愉快啦！